之前那个社区团购买的菜，因为快递站和货车司机全都阳性了，没人送货，我就没有办法，只能退货了。给我退钱退回来了，然后退回来以后还补偿了我一个5元的优惠券，然后我又重新下单买了2斤圣女果和3斤胡萝卜，然后用了券只用了9毛5分钱，今天取货成功了，说明那个快递站的小哥又都回来了，也可能是他又新招了人，或者是之前阳性的现在恢复了吧。然后我又今天又新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看明天吧，反正是买的那个鲢鱼块，然后5斤，然后还有那个，也是2斤圣女果，但这个圣女果真便宜，比西红柿还便宜，让我怎么能不买？然后反正加一起29块钱吧，他那个鲢鱼块最早买的时候更合适一点，全是鱼肚子肉。然后后来买的时候，它那个鱼尾巴比例就越来越多。然后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，做起来呀容易，然后鱼肉也还可以。然后看一下吧，反正我觉得那个鲳鱼5块多一斤，其实可能比这个更好一点，因为有时候那个鲢鱼块不知道为什么全是那个鱼籽，那个肥的要死，不喜欢。还是，都是鱼肉最好。